夏婆娘，好厉害呀！欧阳克，夏婆娘，我也不想取你性命，只要你把九阴真经交出来，本公子就放了你。哼，那也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你有本事就再舞一个时辰，我看你能支撑多久。哼，你的九阴真经就是偷来的，十几年了也该琢磨透了吧，再死抱着有什么用啊？你借我看看，看完我就还你。我凭什么信你？由不得你信不信。笑声，多谢高人相助，梅超风再次叩谢。